是一个意外，就是他有一点，我其实在那个当下很清楚自己，然后其实那是导演的事情，然后我其实整个是投入变成一个演员的状态在演那段戏，所以当导演一说清亮戏的时候，我就不由他，而且好像有那个文戏让你的戏剧张力更强。当下有时候还是有点太痛苦，但后来就听同事说没关系，画面不好太好，可以先刷一刷，所以就对，就还蛮好的，还蛮好的，欣赏。伸舌头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伸舌，因为女主角就是也不觉得，就是我会试探一下。对伸舌头这件事情，但我有感受到他的那个紧张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做过分更多的伸舌头。我现在没有什么经验，就是做街舞。想一下，没有，其实没有太多街舞。很难诠释。一开始有紧张一下，就是觉得我真的要做这件事吗？会不会把大家吓跑？就刚讲，其实还是在一开始有这样想，但是后来就觉得豁出去了，因为就是毕竟就年纪也到了，我觉得有一些情绪跟感情，所以我可以更真诚，或者是更坦然的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我分两块，就是有一点分裂是，有时候我很是很暖，也有大部分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些心理情绪跟想法的黑暗面，对，然后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分裂的话，所以就是前面一块块来。相信很快吧。对，其实这一次导演没有想走很久，知道很久，然后有想想，就是很感谢露露，对，希望可以跟我们拍，然后我们会好好来聊一下，一起去唱歌，然后还有唱一首歌，然后一起，所以他就是先变成先传导演。吓到，我可能在他身边。